香港人吃生果咧，個嘴係越嚟越刁轉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，就有一個叫紅地呢蛇果，咁我哋都問咩叫地呢蛇果咧？咁原來咧係一個英文嘅翻譯 ，delicious。哦，心裏知道咧，食蘋果就要食呢一隻。到而家咧，問到啲朋友或者屋企人食榴蓮咁，榴蓮要食咩咧？要食金枕頭。又軟又滑又香。最近咧，有朋友話俾我知喎，仲有一隻叫做金奇異果，哇！真係越食越開心。點解會係咁咧？其實一個道理啫，啲果子又香又軟又甜美。我哋基督徒領受咗好多上帝嘅恩惠，其實嗰啲就係嗰啲養分，令到我哋生命成長。但係唔係話單單生命成長，而係真係要結出甜美的果子，使外面的人透过我们而得到上帝的福气。在我们在教会的成长的经验里面，我们经常接受栽培、学道、小组、分享，甚至乎我们讲门训，但是很容易，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分配，或者甚至乎我们对工作的压力，很容易将两样东西就分开了。好像我们达成了一个课程，完成了一些学习，一些知识，那就可以了。但是真真正正我们重新很整全地去看的时候，基督徒的人生不是只是学习或者知多了一些东西，而是真的从结果子那里去看看，究竟我们结了什么果子呢？有時咁講啦，係咪？你學咗咁多嘢，你結幾多果子啊？咁啊，如果結嘅果子少嘅，咁都唔夠膽話俾人知自己學咗咁多啦。但係原來聖經裏邊咧，真真實實，真係提我哋嘅，我哋嘅整個人生嘅歷程咧，係從學習、思想跟住我哋去結果子。不從惡人嘅計謀，不站在人嘅道路，不作涉萬人嘅座位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个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，按时候结果子。哇，这个几美丽的图像。其实我们的生活其实跟随这个这样的历程，到最后人家看到你在里面去学习上帝的律法，是怎样看到的？不是知，是在于结果子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我父是栽种的人，你们是枝子，枝子就要结果子。跟着那句更得人惊，凡不结果子的修理干净。哇，上帝都要求我们去多结果子，耶稣也都勉励我们，我们的身份和上帝关就是多结果子。在预苦期的时候，我们去想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有一个思想模式，不是没有，而是那样东西是什么，我们不会不结果子。我们一生这么厉害，这么多资源，我们一定结很多果子，问题是不是上帝期望我们的果子？你回家看看，你家最多的是什么？你经常想的、昼夜思想的是什么？那些就是你的果子。可能在家很多护肤用品，各位姊妹，哇，有时我看到都真的觉得得啊，真的，哇，什么 skin power 是吧？还要狠狠地试，不要说，狠狠地试。哇！紅色又有，綠色又有，橙色又有，黃色又透明又有嗰啲樽，嗰啲就係晝夜思想所結嘅果子，重唔重要？要。人生我哋亦都有我哋肉身嘅身體，問題唔係依啲嘢要抌咗佢，問題係上帝要我哋結嘅果子喺邊咧？啲弟兄啊，啲男士啊，屋企裏邊啊。儲好多漫畫書，我都覺得好奇啊！我唔睇咧，所以我覺得奇。哇，咁多漫畫書嘅咁，會唔會翻睇㗎？唔會嘅，
不過咧，好中意坐喺度，乾果啦變咗果皮咁啦。再睇下，哇，好多嘅 CD， 好多嘅手機，好多好多。其實呢啲就係我哋喺世界上面結嘅果子。而最重要嘅係咩咧？我哋吸咗好多上帝俾我哋嘅養分，有好多嘅時間，原來就係結咗呢啲果子。今日將下垂嘅手、發酸嘅腿挺起嚟。我们要为上帝的缘故结更多圣灵的果子，将圣灵的果子散布在我们生活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人际关系里面，用圣灵的果子重新挑旺我们的灵性，造福我们身边的人。在预苦期这段时间，我们用十字架作为一个象征。十字架代表乜嘢呢？就十字架而论，我哋已经系喺呢个世界里面已经死咗噶啦。我哋再唔属于呢个世界，所以我哋唔好再去为到啊，我哋要结好多地上嘅果子咧，而昼夜思想，花咁多心力。反而咧，我哋真系去回望一下啊，有一首诗歌所讲，面对住十字架系乜嘢呢？世界嘅虚荣，甘愿放下，得失不再计较啦。不去再计较了，跟从十字架的路而行了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重新的想想、我们要结些什么果子呢？不再是世界的果子了，世界的果子上帝给我们的，如果是丰富的，我们感谢主，但更重要的陶炼自己，被自己那种的生命一路去成长。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些是没有律法禁止的，结多少都可以，律法不会禁止我们不准做的。多些笑容，我们从生命里面，为什么我们说、为什么在我们身边的人这么冷漠呢？这么无情呢？因为我们的陶炼是结世界的果子，回转、反省、悔改。我们要结回的上帝给我们那种的照明，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一路的栽培我们，培育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叫我们所为何事呢？结回出圣灵的果子，这个是一个整合的人生，摆下世界向前，为上帝的缘故结多些圣灵的果子。很简单，多些微笑已经是了，里面带着很多的温柔、喜乐、平安、仁爱，和人握手的时候亲切一点，见到同事的时候开心一点，回到家个人多一点笑容，已经结了很多果子。只要你昼夜思想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刚才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在预苦期多些结一个微笑的果子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我们结一个什么果子呢？其实在预苦期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的操练，其实那个操练背后其实是结一个节制的果子。节制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一个纪律的生活，好好的去看回自己的生活，是不是很放纵呢？是不是真的很松懈呢？收紧翻啲，喺饮食上边我哋有节制，喺时间嘅运用上边我哋要有节制。每日瞓足八个钟，养好自己嘅身体，更重要嘅，去到耶稣基督立圣餐钉十字架嗰两日，我哋要好好节制自己，紧啜自己嘅心，令我哋回想到耶稣基督为我哋钉死于十字架上，唔好再约人啦。在那段时间留在家，好好地去默想，让我们真的投入基督那个死的里面，等待荣耀的复活。如果想重温今集的内容，可以登入网站 theart.cc， 一起实践让生命活得不再一样。